那作为一个结合的一个意象，这是我们的农友的有机米。这个是我们的微风的 VIP 会员卡，那目前拥有我们微风 VIP 会员卡的大概有1500位左右的消费者。那因为我们的消费者一般都是家庭主妇比较多，可是有时候他们必须到外面吃饭，找不到比较安全的一个餐厅，好，那他们在外面吃饭会比较不安心。所以说，透过我们这样一个结盟，那以后我们的微风的 VIP 会员，他来到我们雅雅餐厅，那凭我们这一张微风的 VIP 会员卡啊，那就可以享有比较优惠的折扣哦。比如说在享用我们的套餐的时候，我们会附送一杯咖啡，好，那平常这个咖啡是要另外加钱的嘛，好，或者是下午茶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其他的免费的餐点来赠送给我们的 VIP 会员。那最主要呢是说，我们经常说三餐老是在外，可是吃的都是不安心不健康的产品。好，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结盟活动，那我们在外面饮食的这些消费者也能够吃得健康，吃得安心。谢谢。开店当然是希望就是让大家可以吃到比较安全的食物，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支持在地小农，这样子让他们的农产品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，这样。那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谢谢。有那个食材的示范料理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挪到前面。那今天有两个，一个是要教大家做秋葵的料理，秋葵是现在这个季节最就是盛产的。然后第二个是主厨要教大家做豆皮寿司，但是那个豆皮是自己做的，就不是说去外面买现成的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主厨是曾武奇先生，欢迎他。我们今天就是会示范两样东西，一个就是用我们微风凤大农场的秋葵跟玉米笋，然后跟我们永兴酱油下去做一个结合，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，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吃豆皮寿司，包括家里有小朋友的都喜欢吃豆皮寿司这种东西，可是外面买的豆皮又很担心买到那种基因改造的黄豆去做的，
所以呢，我今天决定要教大家做自己亲手做豆皮寿司的豆皮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谢谢。秋葵豆干那一组，手上大家手边都有那一份那个 recipe 的资料吗？秋葵，对，我们的材料哈，玉米笋，把它切丁。玉米笋是来自我们微风余威景这位农友他的玉米笋。那我们红萝卜一样也是把它切丁。姓曾，我叫曾武奇。哎，对。从事这个很久了吗？我从事这一行，就是从大概一开始小学徒的时候，在高雄国宾。对对对。然后之后才来到雅雅这边。然后我们把红萝卜先穿烫过。然后我们姜、蒜头、辣椒，我们都是切末。所以说用这种也可以简易的也可以煮大餐就对了。当然简单的也可以做出最丰盛的一餐。其实就像我们常常看到的电视所讲的，就是一个心呐、啊。人家就说有心要做跟没心要做而已。其实都可以的，连最简单的，很多人都说最简单的微波炉、电磁炉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道美味丰盛的料理。进来的这个豆干都是白豆干，所以我必须先把它炸成金黄色。地上就好，那是要倒沸水用。接下来我们红萝卜这边也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开始烫我们的秋葵。然后不建议秋葵烫太久，因为秋葵烫太久，它的叶绿素容易跑掉。
不一样，山葵是我们所谓说的 wasabi， 对，然后秋葵它是一种蔬菜。先用一点冰水让它稍微降温一下，降温的作用是因为它在炸的过程中，它里面它的糖分很容易这样互相黏着，所以泡水可以让它自然而然的分开。一定要冰水就对了，就冷，一般常温的冷水、冷开水这样。然后像我们这边也烫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把它过滤起来。其实是为了锁住它的叶绿素，对。然后我们要把烫好这些东西稍微做个冰镇。对，秋葵它很容易会有，我在我的那个 recipe 上面有写，它很容易有这种熊熊凉凉的这个，啊，哎对，其实不要觉得很多人都觉得秋葵这样熊熊凉凉的，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可口，其实它是很固味的东西，对。我不建议整条烫过再切，因为整条烫的话，你会比较，如果一般我们家庭的主妇会比较不容易拿捏它的熟程度，可能会过头，可能会里面不熟。对啊，啊，既然今天你水开的话，我们已经都分切好的话，我会建议说这样下去烫，可能会可以瞬间短时间的让它熟成，对你又可以掌握好它的整个熟程度。其实你要是水开这样下去烫的话，大概在50秒之内就可以马上去做一个冰镇的动作。烫太久，秋葵它会容易变黄，它叶绿素跑掉的时候就会容易变黄。对。我们开始要做炒这道菜的一个动作。有一点辣哦。你这么敏感。我们再把我们的永兴的硬食放进来，稍微做个拌炒。硬皮啊，就是人家我们说的岛国，对。来，这是我美丽的助理小姐。他拿那一瓶是特调的还是？是我们商品，今天我们使用的材料就是我们这边商品都有在卖。永兴酱油是位于台南县，现在没有台南县，台南市后壁区，对。
它在上加工，它是也是用最传统、最古老的一个方式来酿这个酱油。很多人现在，尤其是前一阵子的土淀粉风波啊，对啊，毒酱油也有啊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，我们店就是秉持着就是走着健康自然的，所以像这种永兴酱油，当初我们也是寻找了很多间啊，包括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，像云林县啊、西螺那边，就是桂村啊、丸庄啊，对啊，这几间。然后我们加一点酱油，然后加一点点我们刚烫过的这个高汤水。对，就是刚刚我们烫秋葵啊，烫红萝卜那些水不要丢掉，就丢掉太可惜，我们就可以再把它回收过来，来煮这些东西。然后我们先把豆干放进来，水放进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大火了，因为它里面有水的话，比较不容易会焦掉。然后让现在我们稍微开大火让它煮一下，就是先煮豆干，就主要是要让豆干先吸我们这个汤汁的味道。那我们放一点点糖，然后等到你觉得汤汁已经大概大火，如果是以家里的瓦斯炉来算的话，就是豆干下的时候大概已经煮了大概一分钟左右，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食材刚刚烫过的食材整个加下去。对对对，因为蔬菜比较不需要久煮，对，因为我们都已经切成比较容易熟成的状态了。然后就稍微把我们汤汁收干的话，这样就算已经算完成了。不用放盐巴，不用放盐。哦，不用不用盐巴，因为我们这个硬皮啊哈，这个豆豉本身已经有一定的咸度了。所以完全不用放盐。当然，如果喜欢吃咸一点的话，也是可以放一点盐的。这是香油，然后我们已经好了的话，在起锅前我们淋一点香油，稍微做一下拌炒。好，我们这道菜就算完成了。好 ，OK， 这一道就是我们那个我们 recipe 上面写的，就是第一道就是我们的秋葵，对，然后炒永兴硬食。等一下，我会做详细的讲解。其实，中华豆腐就没法切了。然后我们先炸豆腐哈，一定必须要我们的油锅必须要热，如果不够热的话，它很容易就粘锅焦掉。对。好油，好恐怖哦！
啊？它是用什么油来做？我们是用香香油。香香油。所谓香香油，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的，知道之前维力有出一个维力清香油，那位老板我跟他认识啊，他就是自己都一直长期做清香油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猪油。他吃自己的猪油，吃到最后自己身体出了状况了，他觉得不行，不能再做这种东西了。我一定要做健康一点的油。对，所以我都觉得他自己有亲身去体会过，一直长期食用这种动物性油脂的这种不好的这种饱和脂肪酸，他觉得不好，所以他现在就开始做自己研发出这种比较植物性的一些。对，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些油类。啊？然后再加上多少味？五公克的味淋。这什么？味淋。对。味淋是什么？味淋其实是一种用米跟酒去发酵的，日本人发明的一种东西。不是化学的吗？对，不是化学的，它是天然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炸豆腐。小心哦！我们把它煮开来之后，就可以放旁边搁凉它。啊？对。对对对，其实只要有稍微有一点温度，因为我们用的水已经是可以生饮的水了，就只要让它有温度，可以把砂糖溶掉就好了。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泡那个豆皮的一个酱汁。那我们现在第二个就是煮我们的。我用的不是寿司米，我用的是我们微风市集的日正有机米。有机米也可以包装成寿司米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我请问一下，你要到多高的温度？大概160度到170度。大概就是说，比较大概5分钟左右。基本上炸的话是炸到它两面只要变金黄色，然后脆脆的这样就可以了。克，然后我们二砂糖是4公克，然后盐巴就很微量啊，0.4公克啦。啊，一般家里要拿捏这样其实是不太容易。对啊，除非家里有电子秤啊，或者是因为这个我这个是只有一人份的量啊，他家里当然也不可能做一人份的量，你相对的那个重量就自然而然可以做增加做调整。开始有小汤匙。这只要稍微热一下，把砂糖溶掉就可以了。或是醋饭的时候，我们饭一定是热的，要热饭，对。什么样的米哦？像比如说，这个台东有一。其实只要自然农法的米哦，不管怎样都是一定好吃的。对啊。对啊。不用说特地要怎样多高级的米。对。我们就把它拌一拌。记得啊，家里醋饭晚上哦，如果醋饭做完啊吃不完的话，记得不要冰，醋饭会硬掉。就你就保存好，放在
比较避免阳光直射的地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可是这样夏天呢，然后不会变。所以当然要越快把它吃完越好。好，这是我们醋饭的部分。那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。就是把它炸到整个表面是变酥脆状的，然后刚刚有人跟我反映说为什么会硬，对啊，其实你要是觉得它硬的话，就是我们等一下的时候就把它边边修掉，它边边比较容易硬，是因为氧化，不是，是因为它的那个热冷度，对，它脆，哎，就像炸臭豆腐那样，了解了解，对对对。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把它做冰镇。感觉这个可以做掉，小心哦，会烫。可以来摸摸，直接可以摸啊？可以啊。反正这个是示范教学，小心，哦、小心。赞哦！它里面是软的，外面是酥脆的。咖喱糕有点，那不像炸臭豆腐一样。对，就其实就像炸臭豆腐那样。然后我们马上把它冰镇之后，它凉起来。其实我就觉得，阿公啊要煮咸，阿妈要煮咸，像我比较喜欢这种酥脆的口感。对啊，啊如果今天你比较不喜欢的话，我们这个边可以把它修掉。就很简单，豆皮寿司我们就直接从中间把它剖开来，然后再从中间这边再把它划一刀，这样就是一个，这样就可以放寿司了。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豆皮寿司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口袋就是。对对对，很类似口袋这样，口袋饼。不用啊，豆腐切豆腐不用，刀子不需要很利啊。对啊，必须要前面选这种比较嘿，然后就把它泡到我们的这个，就是当我们一开始调的，大家手上的那个食谱，对对对，那个食谱上面写的，其实大概泡个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开始放你的醋饭了。泡，让它泡一下啊！各位刚吃到的其实就是这样做出来的，对，就是自己这样自己做的，因为你外面买的，你又担心说是基因改造的黄豆醋，对，然后或者是它里面泡这个豆皮的那种吃起来甜甜的 QQ 的那个口感，又不知道是加了什么东西，我们自己也在吃这个区块的，我们自己也会担心，所以。求人不如求己，我们就自己做，对。然后为了实际在外面，在日本料理店很常吃到的豆皮寿司，感觉上好像很困难，其实制作上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的所有农友都是来自于我们高雄市，好，那我们在食物安全的把关方面呢，我们的农友。完全都是取得我们农粮署所谓的有机验证证书，好，那再经过我们市级的里监事到农场去实地参访，实地看过我们的环境，然后才能够来到我们市级的社摊。那在市级上面呢，我们每周都会到各摊位去取样，做食物安全的那个农药残留的检测。好，那在目前全国的农夫市集里面，应该只有我们微风市集有农药检测这个部分，所以说绝对可以让消费者吃到比较安全、比较健康的东西。可是，一般家庭的主妇对于食材的料理，好，在安全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上哈，还不是很讲究哦，尤其是像有些现在学校在推动有机餐。
那经常一个好的食材在经过他们的料理之后，食材本身的原味都被破坏掉了。那所以说我们在透过这样一个餐厅，这样的主厨对食材的原味的坚持，我们让我们的有机食材好能够呈现它原本的一个味道，好让我们吃到食物的真美味。目前只有这家是什么店面？一些餐厅是有在跟微风的农友做配合啦，但是因为他们的量都不是很多，那我们这家餐厅哦，用我们微风食材的量是比较多，好，那还没有办法全部使用，因为有些东西我们高雄也没有，有些食材也不是还没有，那我们尽量会把量去再增加上来。尽可能的话，我们就是完全用高雄在地的食材。那因为现在是夏季，就是产量都会比较少，而且会有情况不接的时候，那还是需要外界是稍微支援这样子。所以消费者去认证，就是认证你刚刚贴的那个标志吗？对，只要在我们的店家门口有看到我们微风市集的这个标志，那表示这个店家有跟我们微风市集结盟。好，那就可以凭我们的微风市集的 VIP 卡。VIP 卡怎么申请？讲一下。好。哦，微风市集这个 VIP 卡呢，它是在我们微风市集哦累计消费满10,000块才会得到这张卡。那累计的时间我们不限，好、哦，让我们推出微风市集的会员几点，就是它会有春夏秋冬四张卡。那每一张卡的消费额度大概是2500块，好，啊，集满4张之后就可以直接换这一张，VIP 卡。那 VIP 卡在微风市集本身是打9折，好，它没有累积的时间，好，只要集满之后它就可以打9折。那这张卡在我们办的那个产地旅游或者是农场体验的话，它还可以折扣，好，还可以折扣。另外呢，我们微风市集在不同的时间点，我们也会办一些赠品活动，就是凭这张卡就可以领取我们的赠品。好，所以说这张卡它并不只是一张折扣卡而已。那目前我们再把这张卡的价值再放大，它可以在我们的餐厅来使用这张卡，也可以有一定的程度的优惠。别人可以使用吗？借别人来使用可以吗？这个哦，我们是认卡。认卡，但是这是一个支持在地的一个荣誉的象征，我相信也没有人愿意借出去啦。这表示他对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个认同。小农在经营有机农业这一块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我们的大环境让我们的有机农业变得很不简单，好，都会经常会受到林田的污染。再就是说，我们小农种植的面积、种植的数量也不够。如果说我们的物流商一次，哎，给你订个300斤、500斤，你又交不出来了。那如果种出来的东西你自己要卖，哎，可能你的市场也不够，也不晓得要卖给谁。那到时候又是滞销。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，我们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平台。好，那我们把这样的平台也放在我们的高雄市市区。啊，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哦，能够直接的面跟我们的生产者，也就是跟我们的农友直接来购买，啊，那让我们的这些小农，他也不会说因为产品啊不多又不少啊，卖也卖不掉，可是自己吃又吃不完的这种窘况，好，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维护我们的一个友善土地的啊种植方式。好，我们在微风所有的农友全部都是有机验证的农友。好，那可能大家之前对于有机这个东西还是信任度不是很够啦。好，所以说除了我们是取得农粮署的有机验证以外，我们每个农场我们都会实际去访查，确认它的环境，确认它的资材，甚至它的水或者是土壤都是必须检验合格的，那我们才要允许它进入到微风市集来。好，那相对的，我们除了这两个把关以外，我们避免我们的农场受到林田的污染，所以我们在市集每一周每个摊位我们都有抽样检查一次，好，这样层层的把关来确保我们消费者吃的安全。好，再来就是说我们落实跟社区的一个互助，
可能有去过微风市集的都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微风市集有一个很漂亮的手染布。那最近物幼馆的手染布可能会再做一次更新，把一些比较旧的、颜色比较退化的，再把它做一个新的处理哈。那这些都是跟社区做结合的，因为我们微风市集一开始的成立是从社会局那边开始的，所以说我们也将一部分的社区回馈给社区朋友，所以说我们请了宝来重建协会来帮我们设计这一次的手染布，那我们也协助灾区做一个灾后重建的工作。那这一次重新更换我们手染布，我们还是请宝来重建协会。好，那除了宝来以外，我们也希望能够照顾到其他的社区朋友，所以说在市集里面，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，让社区他们有自主营运的一个机会。有些社区，比如说有一个文贤社区，好，文贤社区他们有他们做手工皂，那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市集平台来这边销售，或者是顶厝社区他们有自己的杨桃汁，由社区发展协会自己来做成的这个土壤酿造的杨桃汁，那他也可以在市集来销售。那而另外的呢，我们也提供给这些弱势的一些社团朋友，譬如说像新兴儿啦、心理复健协会啦，他们有一些庇护农场，啊，那他们的产品透过微风市集也可以来销售，啊，相对的，他们产品的把关，我们农友会到他们的农场去做辅导，那他们尽量也是以无农药、无化肥、无机改、无杀草剂的方式来从事生产，那不管是社区或者是社福或者是我们微风市集的农友，我们通通采用同样的一个标准，那你像有些社区他们做的加工品啊，我们也严格的要求他不能用防腐剂，不能用色素，不能添加其他的香料这一些，那用这样的方式来提供给消费者，那他才可以进入到微风市集。所以帮你做要求的事情太难。我们尽量在那个距离上稍微梳理一下，然后畜产品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认证的肉品，但因为认证肉品大部分都在中国，那所以我们的那个产供应最多就是到云林这样子。